世上苦人多了哈，长得心情厚。其实疫情一年多来，坦白讲，出口商大赚，进口商也大赚，股票族也不错。可是基层的劳工，在打汤的菜恰卡的喊欢呼招之，也在恭喜最辛苦的刚结果，已经牺牲最主要人效果。放无薪假，第一个着穿的就是这劳工。上届无赚的就是这劳工，最困难的就是这劳工，这基层，这打餐卖菜，变变摊贩，菜市啊，这袂歹，生意搁加六成，夜市啊，公司一角都无收入，所以呢，咱袂使用一概利润的标准来咧看消费。那么这么多艰苦人，谁人伊愿意来这拎一个便当来度一个三顿？我阁毋是孤孤单单，那么只有就是救苦救急。所以我都予大家大富大贵，但是起码我也无都予恁幸福快乐，但起码政府爱会当予大家有饭通食。这是阮国民党呢，是江主席带领的这种的凝聚聚聚啊。人力毅力哦，这款的精神，大家拢是兄弟姊妹，无论你来自倒位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你拢是阮的兄弟姊妹，拢是这个国家的子民。那么，阮唯一会当体谅的，是讲政府的资源有限，但是你的打牌无够辛苦，我基层的真侪失落的人，所以我希望。感谢真侪热情的人诶，东北二路各县市拢有，来给阮寄付赞助，希望阮做搁较侪。这点我伫遮呢，伫 FB 后甲大家感谢过，伫遮搁甲大家感谢，感谢你。希望大家度过最困难的一段时间，疫情马上会当经过，马上呢就会当破门建立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老百姓需要的时候，你照顾一下老百姓会怎么样？也不要跟大家来计较这个夏季电价了，牛价都已经连十涨了哈，所以牛电动涨发现金，其实这里纾困守在底部的人民最需要的，你做就对了啦，做了啦对你有利啦，对百姓更有利。在野党我们监督，但是我们也建议，只要能够对人民好的事情，我们都全力来支持。